大家好，我是林晨薇老师。今天是6月28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里边有628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会代表什么呢？请大家来看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机号码里边有628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代表第一个，你是努力工作过后呢，会非常的开心，你享受你的工作，享受你的事业。第二点，你的努力工作会迎来贵人的相助，会有贵人赏识你。第三点，你辛苦工作过后呢，会比较贪图享受，就是会开心花钱，所以有一点守不住财富。拥有这样的一组数字，有家庭责任感，你的婚姻比较琴瑟和谐，非常的融洽。你学会了吗？